sell 一篇作文的开头呢，有啲似去参加综艺比赛准备一张 casting 相，都系俾个第一印象评判或者观众。咁我哋今日跟两位导师咧学下嘢咯噃。喂，全民造星三 casting 相教学片。哇，喂，布比搞乜啊？布比揾张行过俾人影嘅相，即系行过，不如影张相啦，布比好啊。咁样喎、，Vincent 都似嘅，阿罗振峰。Vincent 就劲啦，明明嗰几只柴犬唔系佢嘅，系借嚟影，借嚟影嘅啫，即系好似嗰啲交友嗰啲 app 咁样咧，主要系摆啲有狗啊、食嘢啊、睇书啊嗰啲相，咁呢啲咯。喂，小新呢张真系，小新都系应该知道你知道佢系边个啦，即系见到佢呢张相都知道你系边个啦，而佢更加真人其实都一模一样，佢系冇落差，即系冇任何新嘢发掘到。真的少少新都冇，但系呢个其实很少 casting 就会看不到佢样咯，我觉得。睇到样就系阿 B 陈咏桥，佢系影诶有张自己吹波嘅相。阿 Carl 呢张系攞咗嗰啲白金钻石级嗰啲声，分享翻个经验。佢個樣係其實我覺得唔係好似歌手嘅，似行政人呢張相就會係睇到佢個正經。今日我哋嚟睇下呢篇蕭叔叔嘅好文章的開頭。咁呢個網誌版有個前言咧，就書裡面咧 cut 咗幾句，我覺得好精景、好正嘅。咁但係書又 cut 咗，咁我抄翻呢個網誌版我自己抄低嘅落 Word 嘅一個珍藏，咁啊同大家分享下。俾啲音乐先。每次讲学生作文咧，十篇有七篇咁样开始。Nowadays, many Hong Kong people, or recently, there is a heated debate on, or there has been much controversy in recent years over the question, or many people think that, in my opinion, 等等。用词冇错，文法都啱。第一睇到呢啲句子，我对文章评价已经打折扣。两个原因：一，个个学生都咁写，闷死人。改卷的一日睇埋几十篇文，已经连续见到几十个 recently nowadays， 改到你嗰篇又系同样开头，反应就系、是、又系 nowadays， 点解唔可以用下脑写个好睇啲、有创意啲嘅开头呢？第二，咁样开始嘅文章，通常都系第一段照抄题目，改下啲字眼啊，重复试题嘅内容，点解要写啲系人都知嘅嘢呢？改卷嘅睇到呢啲，已经冇兴趣再睇落去。之后要再睇佢嘅兴趣就难啦，咁样大家浪费咗最宝贵嘅喺文章开头 impress 评卷员嘅机会。读文章同见人一样，第一印象系最紧要嘅。唔怕话你知，我改文嗰阵睇到第一段，心里面已经有个分数，之后嘅段落写成点样都冇太大影响，除非后面好唔同啊。唔净系我啊，九成改文嘅人都系咁噶。所以要写得一篇 impressive 嘅好文章，就一定要写好第一句、第一段。要在文章一开头就俘虏了评卷员的心，怎样才可以写好文章第一段？开门见山，这个是我最喜欢的开文方法，就是完全不转歪抹角，一开始就用直接的句子表明自己立场，人家不用看了几十只字甚至一百只字才知道文章的主题和立场。这一招是同时适合英文极好和极差的学生用的。英文好的同学敢写可以令文章更突出、更耀眼，英文差的同学至少可以避免人家看不明白。看我两个喜欢的作家文章首句，第一篇是英国生物学家道金斯 Richard Dawkins 对法庭陪审团制度的看法，开头一句简单直接、强而有力，令读者印象极深。Trial by jury must be one of the most conspicuously bad good ideas anyone ever had. 第二是陪审团是史上最荒谬的制度。第二篇是一篇我很喜欢的文章，是英国哲学和数学家罗素写的 What I Believe， 是一篇 summarize 了他思想的文章。他在文章开头只是用一两句简单句子就将自己的思想道出。Man is a part of nature, not something contrasted with nature.His thoughts and his bodily movements follow the same laws that describe the motions of stars and atoms. 第二是人类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并不是和大自然对立的。他的动作、思想和星体粒子运行一样，跟从同一 set 物理定律。我觉得很好、哦、你们觉得怎样呢？当考试题目是怎样改善空气污染，为什么不一开始就直接说一句 Something needs to be done to clean our air?餐廳禁不禁煙呢？ Should smoking be allowed in restaurants? No, it shouldn't.
点啊？简单直接，唔单止传闻嘅主子立健，更加俾人一种清新脱俗嘅感觉。比起啲乜嘢 ，recently the air quality is getting worse in Hong Kong. Nowadays there's a heated debate on the smoke ban. 呢啲冗长而欠缺表达能力嘅开头好睇得多。如果真系要讲 recently 嘅话，都唔急于系第一句啊。下次作文时候考虑一下，减晒啲废话，试一试直截了当嘅开门见山如何？得翻十個咯，係啊，雲浩影，雲浩影，我直頭覺得係黑馬，都唔係黑馬啦，而家都幾熱門喎，聽講。係啊，係啊。咁我睇到十強階段嘅雲同學，佢造型照咧，同 casting 相嘅狀態咧，係相當之唔同嘅。佢嘅眼神，佢嘅身體語言，佢嘅背景，佢嘅服飾咧，佢嘅髮型咧，通通咧。都是传递住相当不同的信息和能量的。咁第一以后作文呢，又想下想传递一种怎样的自己给读者知道呢？咁有这个意识的话呢，人人都可以攞星，全文五星。完。